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， 今天是9月23日下午4:09，今天来到这个荣誉抽饰品100年抽的，那么100抽里面看看可不可以抽中我暂时未开到图鉴的饰品啦。那我暂时未开到图鉴的饰品是有三个的，我没记错，四个三个铸剑一分章啦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创世法则啦，啱啱个新装备池全新个装备啦，同埋恩温之心四件嘅。好，我竟然玩咗咁耐，玩咗四条铸剑者勋章都未有。咁我睇下呢100年抽可唔可以帮我开到新图鉴啦？呢度好嚟，而家66073，我 mark 低先。100年抽66073，即系36073啦。好，咁啊唔使自己数住几多抽啊嘛。好嚟。哇！我心里面都有默默数住啊，而家第10抽都仲未有。黑石沙漏，14抽啦，16抽，17、18、19，喂，20、21。22，我咪抽错嘢喂。23、24、24，终于有一个圣杯。好，继续。25、6、27、28。哇，32。哇，39，哇，好多人惊啊，42，43，43有第二个啦，圣骨，圣杯圣骨，哇，连开啊，44，第三个，我血之钉。哇，你老48，腰带好耐冇见，53、54，哇，连开三次，头先嗰个60，第五件黄勋章，71。74，77，80，83，喂，好嘢好嘢好嘢，自然宝珠，虽然我都应该唔缺嘅，但系呢件嘢真系好嘢嚟。83抽，暂时有6件。好，继续。开图鉴，开图鉴。第86抽，终于开到图鉴啦！恩温之心。哇，连续礼喎！虽然呢个已经有，但系都 OK 啦。87抽8件。
呢个八十九、九十、八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，圣杯翻转头。九十五抽九件，咦，都拉匀嚟计又唔算太差喎。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，咦咦，啱啱啱啱。九十九，第九十九抽十件，咦，哇，一下子就最近啲最后啲尾劲后劲追翻晒上嚟喎。爭一嘢抽埋去啦！頭先我抽嗰只係66,073嘅，抽埋啲嘢就係36,073，剛好第100抽。噔噔，冇啦。好咁啊，99抽，唔係100抽，總共有呢個10件，咁啊啱啱好啊，即係啱啱好係10%。但其實開頭都真係相當險嘅。嗱，呢个我记录翻啦，第24抽先出一件，跟住43、44、48喺五抽里面连出三件，跟住隔咗12抽嘅60抽先中，跟住60抽之后，哇，又一个迎来一个低潮啦，60要去到83，中间隔咗23抽先中一件，跟住尾段嚟段高潮啦，就系83啦、86、87、95、99。一二三四五，即系十六抽里面出咗五件，所以都可能都其实有啲时段性嘅嘢。不过如果你个 sample size 够大，其实你拉翻匀都总系会，我觉得系会hit 到嗰、那个即系点讲咧？你个 sample size 够大，抽得多，你最后嗰个比率都系会贴翻10%。我印象中我以前。即我上一次咁樣抽榮譽點都好耐啦，因為你知啲榮譽點都送得好辛苦。我係其實見到個創世法則，我先想咁搏命咁樣抽。咁啊我印象中以前抽都係咁上緊10%嘅。咁我估計應該可能真係，當然100抽都唔算得話係一個真係好大嘅 sample size 啦。即基本上計統計學100都完全唔可以當一個 sample。咁但我諗10%左右，我諗都好合理啦。如果按翻埋我之前抽出嚟嗰個機率。咁啊，最後睇一睇多次我嘅圖鑑。先雖然冇乜關係，都睇下武器嘅圖鑑啦。我睇下我缺啲乜嘢啦。呢啲就專有武器啦，專屬啦。呢啲全部都專屬。我武器好似淨係缺啱啱最新嗰個雷之神格嘅啫，即係嗰把俾坦克用嘅拉格納洛克咧，睇唔到個樣添啊，雷之神格。總之就雷之神格啦，我淨係缺雷之神格，好似呢把啊，唔係喎，呢個雷之神格。跟住防具就都冇嘢缺嘅，又係缺最新嗰件裝備啦，未入到手啦，暫時最新嗰件裝備我都唔記得叫咩名添啊，同文影衣頭飾開咗啦，好易開唔係呢件。最新裝備嗰件頭飾應該就唔係稀有嘢嚟嘅，因為我兩個帳戶都已經中咗呢個心魔面冠啦，咁好明顯就唔係稀有嘢嚟。其中一個帳戶中咗三件添啦，已經打六。咁我自己另外都買咗奶騎嘅專屬裝備，就係、是都幾推薦買嘅，玩 PVE。咁放個治療都會有個進擊的加護，咁相當好嘅。飾品咁一路都係未有鑄劍者勳章啦。創世法則啦，好想要啦，同埋新呢個裝備池嗰個冥舌潮音。咁啊，頭先原本一路分恩温之心都係灰色嘅，而家就總算開埋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嘅100年抽就係咁先啦。咁下次100年抽，我相信都可能一兩年後嘅事，因為儲嗰啲榮譽點都儲好耐。好啦，再見，拜拜。